这个啊，我跟别人打桩方式不一样，先说一下啊。对，您给讲。别人他们打桩是这么扶着，跳进缝里磕，啊，技巧型的。我打桩放平了，用我的掌将这砖击碎。好，好，来，咱们大家，咱们来点掌声，咱们鼓励一下卢姐。然后我今天展示一下这个铁砂掌的。铁砂掌的，看一下砖头真的假的啊。好。这叫真功夫，小赖，这叫真功夫。刚才只是展示了一个铁砂掌的基本功，这叫基本功啊！对对对对对，我想接下来难度稍微再加大一些，加大一些。对对对，请于老师上来验证一下，好，可以吧？那于老师，摆在上面验证一下，非常小心啊，在中间，哎，是不是真的？是不是真的？绝对没断是吧？没断。好，然后我加大难度，加大难度，放到这个纸杯上。将这个花岗岩打断。好，咱们大家安静一下啊，让这个鲁提辖运运气。厉害吧？铁拳头，这铁真是铁拳头。铁拳头。有请这个于老师、侯老师，您嘿。特别讲，这个能捏扁吗？是真的，这绝对这能捏扁吗？这太能捏扁，这就是纸杯子，这是。捏扁哈，捏扁。哎，接下来我为大家展示当年鲁智深拳打镇关西的三拳。好，震天锤。